欢迎收听 FM 83.2 西城生活广播，这里是小楼说事，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和你吹夸夸摆龙门阵。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叫做老城改造不是建一座新城那么简单。长平区改造征地的那个赔偿问题上，政府和开发商还有那个拆迁户难以达成一致。但是那个喜庆置业昨天也接受了这个采访，称下半年也要继续推进旧城区改造计划。放眼于长平地段的老浴室、双子楼啊那些和高危建筑，称钉子户问题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在我这干了快一年了，什么都不会做还要我教，又不是瞎子，走路跟摸黑似的。就这样我店不倒才怪，要不是要的钱少，谁愿意招一个养，真是绝了。喂，这里是专业选厨啊，苏先生是吧？啊，我记得你，您家那位姑娘哦，搬家了，送鱼又是换水喂鱼是吧？那就每周六，基本有定的。那每周天，有伙计，是个聋哑人，你不介意吧？啊，好，那您电话号和地址给我一下呗？没问题。哎。小五，土生土长的西城人，长平街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啷个让老街区重新充满活力，让它年轻化呀？那今天的小罗说事都到这里结束了，不要忘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小罗都在那里等你。哎，你好，我上个月委托你的那笔残疾补偿项款，啥子时候可以转到你那个公司里头去？上头在查。老先生，我知道您那笔钱投资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需要再缓一缓。哎，那不是缓不缓的问题了，那周你还是抓紧点咯，查到我头上，我那边也不好讲。老先生，不如这样，咱们改天再聊。过了一周之后，您再给我回电。要的嘛，哎呀，那就这样。小伙子，弄好了吗？臭小子谈恋爱，现在才回来。都说了有正经职业。不三不四的，天天哼一些破破唠唠的歌，也算正经职业？也是我苏国栋上辈子坏事做多了，这辈子才有你这么叛逆。家里还有些人，你说话能不能注意些？教人唱歌就不是正经职业了，您这辈子没少干过什么坏事吧？还有我这个女儿，聋哑人。你也好面子，也就是你好意思天天跟一个满嘴脏话的臭小子谈恋爱。他图的不是你的钱，
是我的钱。我跟你说不了这些。欢迎收听 FM83.2 西城生活广播。说到双子楼，大家都会想到五年前的那起火灾，因为房租便宜而且位于市中心，双子楼的租户是多得没得改的，从高高的窗户扔下电线，再给楼下的电瓶车充电，那种危险的行为却在双子楼是十分的常见。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结合火灾事故认定书中的细项勘验，电瓶车充电是引起火灾的主要原因。又因为双子楼作为年久失修的老楼，安全措施又不到位，再加上租客密集，那场小小的电瓶车引起的火灾导致了大量的租客的伤残死亡。而双子楼及其周边的棚户区也是那次长平区改造的重要项目之一。由于五年前的事故，在改造工程行动拆迁之前，西城残联都积极和长平区改造办公室协调，是由西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被拆迁人或者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除正常补偿之外，给予每户用户70,000元的补贴款。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被拆迁人或者公有住宅房屋的承租人，除正常补偿之外，轻度残疾给予补偿30,000元，重度残疾给予补偿70,000元。但就算如此，也依旧有大量的租户会因为那次的改造而失去在西城市中心的容身之处。已经有大量的双子楼租户选择了返乡，放弃了在西城的生活。在他们的心头，双子楼都算再破，也依然是他们的家。那里是小罗说事，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和你吹夸夸摆龙门阵。最近西城的大新闻大家都看到噻，长平区旧城改造办公室第三拆迁处的余某等三人因为涉嫌骗取拆迁补偿费被检察院传讯，目前案件正在深入调查。被牵扯出的蛀虫还有城区改造办的另外七个人，至今该项目在区政府和西秦置业之间踢皮球，好好的一个旧城改造很硬是变成了一锅三汤。拆不拆，啷开拆，那些早早返乡还有正在准备返乡的低保户、残疾人、租客该何去何从？这个槽子上的问题我也不懂了吧？一定没有问题。
但是呢是需要等一下。我是放心的，但主要是上头差得紧，他妈的不能再换了。那现在那部相框不是还在你那儿的吗？对，您的钱现在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一个没问题。等等，兜一圈出来，我主动给你介绍大生意。行，那咱们合作愉快啊。那我都拜托你了哈。哎，好，现在就先这样。我跟你说，我这笔钱，你那个臭小子一分都捞不着。你就知道你那堆钱，我真没有好什么跟你废话的。你除了生我，你有个屁用？你又忘了我妈是怎么走的了吧？装什么文质彬彬？反了你了，没了我你什么都不是。我管你恋爱自由，哪个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孩子？不管说什么啊，今天就必须跟那个姓乔的臭小子断了，不然你以后都别再进这个家门。做音乐就不是工作吗？自己一分一厘赚的辛苦钱不是钱吗？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开一个投资公司赚着洗黑钱是吗？他至少不会骂我打我，不像你，你不懂我，你不懂还要指手画脚，这个家我也不喜欢。小罗最近收到好多听众的来信，有一个自称长平小路的来信倒是有点意思。他说个人在长平街的鱼店打工，最喜欢的时候都是老板出去贴小广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店头只有他一个人，他会仔细挑选最好看的鱼，在每周末的空档偷偷的给最喜欢的女娃娃送过去，希望他那个鱼可以用眼睛说话，把他个人的心意收过去。那个女娃娃在小路心头像啥子呢？都像是花，像云，像雾气。乔老板，我想纹身。纹妈妈那条鱼吗？对啊，我妈生前最喜欢鱼了。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它像孔雀鱼，温柔优雅，但是寿命很短，温度一旦超过它接受的范围就不在了。那不就是你家那条鱼吗？对啊，就是家里那条，可是这次没有带出来。没事儿，陪你去嘛。晚上八点听小罗，阴雨绵绵的一周都要结束了，又到了周末，出去耍，喝个酒，感觉时间都像一条河。周六的晚上，你是在和朋友商务戏耍，还是跑生活啊？西城是个不夜城，一到夜晚，万盏灯火大放光明，有人在其中咀嚼生活的酸甜苦辣，有人在觥筹交错中讨生活。小罗在那里跟大家聊天，那你是在西城码头吹风，还是在屋头感受一周中片刻的安静呢？你去试试密码。好。我去屋里收拾衣服。密码应该是我的生日，或者是我妈的生日。好。我爸周六有应酬，他回不来。行。哎，我们拿好多钱呢，能拿多少拿多少吧，反正都是不干净的钱。好。
前段时间刚刚和大家说了长平区改造办公室第三侧前处的贪污腐败案，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西城法院已经对其中六个人做出了一审判决，另外两个人将在24号受审。更有意思的是，那次的进展不仅仅是抓到一个蛀虫那么简单。顺着利益的钢丝水查下去，去年下半年，余某在明知长平街居民江某等人早已签订补偿协议书，领取了补偿款，同意拆迁的情况下，仍然同意长平区改造委员会拆迁科工作人员王某对江某等人重新进行产权调换安置的建议，并在江某的拆迁户调查情况表、产权调换协议书等书面材料上签字，结果直接造成经济损失34.7万余元。那笔钱目前查无对账，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这可真是前赴后继的一个废差事。你现在不能走，哪有那么容易？我要你两年，你说走就走？乔大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猜。你不会从苏国栋那？我早上乔这儿来有我事情去的，还没看到，放心吧。接电话。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out of service. 苏老板，苏老板。苏老板，谁呀？苏老板。
这样的。呀，我伙计不干了，店里就我一个人，然后送货的话可能就顾不到店里的生意，这鱼可能也就送不了了。这风格是下的，这伙计工钱一个比一个高，等什么时候找到新伙计我再给您送。您看这鱼我就相当于赔给您了。老板，你这戒指是从哪里来的？能从哪儿来，二手市场随便淘一个。二手市场？这是我前妻的戒指啊，怎么会在你那？苏老板，我这是从二手市场淘的，光路这来路光明，你别冤枉好人啊！你说你把我现金给我放哪儿了？苏老板，有空吧，你还是多想想，谁知道你保险箱的密码，谁之前能找过你？再说我这戒指真来路光明，你看是假的，一咬都硬。我先走了，孙老板。搬家，好嘛，那我们先收拾东西，等在外头住两天，有合适的地方我们再搬过去。就只能先这样了。那徐小妹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啊？臭不要脸的！苏老板，哎，你好。你莫在你好不好了，我点儿都不好。我跟你说，你那边拖了那么久，法院都快从第三层建筑查到我那点来了。你那边再不操作，交警系统一块儿进去了，晓得不？我对你硬是放心的很喽。我放心就好了，一定没有问题。不是苏老板。我说的脑壳是不是有问题？我在问你啥子时候可以搞好，我也不为难你。但是现在都快两个月了，你那个流水病。
闭着眼睛用脚趾门都应该搞好了噻。改天再聊。哪个还有时间给你改天聊啊？哪个还有时间给你改天聊？疯球了。小罗说是八点从不迟到。要说那两三个月西城的关键词，长平区改造和西城楼房公司那是遥遥领先。空壳公司洗黑钱，三人一把手相继落马，底下的小喽啰们，嘿，小温小慧那是收到手软。从上个月长平街派出所门口的一封来自化名为长平小卢的举报信和一堆现金开始，魔幻的区改造面纱才一层层的被撕下来。
根据举报人的手写信称，苏某以他人的名义成立西城磨坊公司，被告人王某跟苏某商量之后，在喜庆之夜跟西城磨坊没得业务来往的情况下，虚构业务往来凭证，将喜庆之夜的政府款项资金转入西城磨坊，再由财务人员取现后交给张某，用于填补喜庆之夜没得发票的开支以及私分。据调查，西城磨坊公司那个空壳公司早都是做假账的惯犯，牵扯出来的利益链拖出了大量的贪官。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看来啊，那个喜庆之夜不喜庆，长平区改造不太平，磨坊公司玩魔幻，生活硬是玩成了一出戏。